你讲饭店是你开始的时候是咱叶家的军，这十二个师长署长嘛是你讲的，现在变成反起反倒，讲真相的，你敢无想过阮大家有外心慌？你私底下记者夫人，就是讲条件，是不是？你有私底下甲左夫人见面？阿妈，我用亲目睭看到啊。大哥，你讲话啊！代志不是陈志林所想安尼。钱，总经理的位，有比阮大家对你的信任无遐重要？阿妈是等外久才等到你回头呢，你才好外久呢，就过来啊！你真正是，哎，你真正是无救啊！我对你已经无话通讲了，你真正是愈活愈回去。少侠，二哥，麦哥和伊少疯狂过啊，我一句拢无想会听。大哥，我是无法度相信讲你会做出这种代志，啊，不过若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影讲，你认为。你已经有感觉做无奈的所在，拜托的，请你跟我讲好吧。自私就是我上大的苦衷。好了，你回去啊，唔通再将我当作是你的大兄。是的啦，是我无甲少峰顾好，我真正唔知影伊会走去甲红姨妈妈联手，我真正想袂到，伊会过一摆，忽然对伊失望。我想哦，少峰哥也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的原因啊，这嘛袂当完全拢怪伊啊。你感觉是有啥物原因啊？我想哦，这一定是我妈的诡计啊。啊，有可能是抓到少峰哥的枕头，啊，少峰哥不得已只好配合阮妈。少峰的个性，无可能遐尼简单就予人威胁，一定是你妈开真好的条件，伊看到利益，就袂记得对咱这个家的感情搁责任。应该会失的人是我，因为阮妈害恁爷个失好，害大家遮尔伤心着。你莫怪你家己啦。就亲像做爸母的，无法度替家己囡仔行为负责同款啦。你无需要派恁爸母和你担当。妈，安尼少强甲王的婚事是要怎处理？我看，我也是去找孙飞讲一下，为着囡仔的幸福，伊最后也是爱让步的。阿妈，你免去找阮妈啦。因为我妈的个性哦，伊是讲袂通的啦。伊固执起来哦，比石头搁较硬。啊，你愈去找伊讲，伊就愈硬。我看安尼啦，你嘛免住饭店啊。这阵啊，你规矩住伫厝内底。安尼咁好，真系好意思啦。有啥物要紧啊？啊，你住伫阮家啊。就算讲你要住一世人，嘛会用的哦。是在讲啥？我看吼，这个少强规个心拢我对阿红遐去啦。即摆就跟阿红伊妈妈点头。
唔对，唔对。虽然讲吼，爸母的意见爱尊重，啊，不过上主要的是阿宏爱顶头。是啦，啊，即卖时代无同啊，就算讲做爸母的想要插手啊，嘛应该尊重着囡仔因的意见。有听到无？恁即卖拢已经大汉啊啦，爸母哦无需要，嘛无应该插手你的人生。好啦，啊，无就安尼啦，阿宏就先带来。行，我带你来洗洗环境。即摆是你抢新妇是无啦？我问你，你甲曹凤两个人配合了后，感觉安怎？有啥物问题无？想法难免无同啊，啊，不过都是尽量沟通，毕竟是伫为同一个事业拍拼。当时啊，卡所以当好好配合，来甲志成、甲少强斗相共，安尼是真好。啊，不过大部分人有当时吼神经较大条。太麻烦你哦，替因较注意的。妈，你意思是？我是讲嘲讽啦。你别误会哦，我对嘲讽无意见。啊，不过嘲讽的妈妈是甄妃啊，之前不是一直爱伊弟弟，甲咱志成、甲少强来合股。后来虽然讲这件代志无个人提起啊，但是。应该无遮尔简单来说说去。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啊。曹凤伊妈妈啊，佮因小弟要合股的代志，我一直感觉就无妥当嘞。是啊，所以我希望即个伊的手唔通伸入来。但是要共拒绝，你甲志成要想一个较好、较圆满的讲法，才袂去伤着伊的心。妈，你放心，我甲志成一定好好甲曹凤沟通的。二嫂跟因大家，但是对阮家有啥物意见，想怎歹提就讲出来，还是讲，因根本无把我当作是一家人咧看待。来来来，大家不要捧起来。志成甲少强哦，即届接到遮尼大张的订单，刷落来，因新的品牌一定会做甲有声有色，恭喜恁大船入港哦！恭喜！来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您看到床下面人来啊？亲哥，嘿，亲哥，嘿，别惊，别惊，阮某无来。大家放较轻松，继续吃，继续饮。爸，你哪会来？是阿嬷请恁爸爸来啦。啊，恁要登记结婚啊？总是两家伙啊，坐来吃一个饭，较有礼貌嘛。是啦，大家坐啦。来，请客，你坐这，请请请。来嘛。对啦，啊，我有请先生哦，看过日子啊。因讲这个拜神上适合登记，啊无。咱就决定拜师好啊，亲家，这要看阿宏甲少强的意思啊，唔是问阮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我先着急啊，煞未记当事人的感受，阿无少强，你甲阿宏哦，再参详看卖。曹凤好，我着好。你哦，就是这么大心啦，不怪哦，阿宏这么爱你。等下哦，咱好好饮一下。爸，妈敢知影我要登记结婚啊？恁要登记那就甲讲啦，那真正要讲哦，嘛是登记了才讲得话。你啊，别感觉遗憾。那恁妈迄个个性哦，那真正伊同意恁两个结婚，至少要等十年。浪费十年的青春是真可怕，搁再讲啦，少强伊嘛有传统接待压力啊，我看吼，你也是家己定期就好啦，来，紧吃。我敬你，你要敬我无问题哦。等下吼，那抓头啊，家己负责啊。无问题。
啊，爸，莫搁你妈啦，若无等下要掠土啊哦。啊，然后我要嫁人啊，我欢喜哦，嫁你唔一寡是安怎？然后吼要结婚啊，我是哦足感动的。没事没事。老夫人啊，我喊钱，我直接甲恁敬一杯。啊，听甭听，该教嘛是爱教哦。啊，若是有倒位做了唔拄好所在哦，请恁哦多多包容啦。啊，若真正讲有教袂来的所在，打电话我，我随来甲包顶去处理啊。万叔拜托。七楼新娘来啊！小强同意你啊！从今仔开始，你要变作真正查甫人，爱当起哦，属于查甫人的责任。今麦感觉安怎？我原本无感觉安怎啊！今麦有淡薄仔紧张啦。啊，不过我袂后悔。你若后悔哦，曹凤就会马上跳起去电视啊！知影你两个咧交往，原本我阁足烦恼的。想袂到曹凤竟然为着你连厝拢无要回去，这真正是真爱。你哦，一定要让曹凤幸福。佳颖，多谢你的祝福。想袂到我嘛有一天会祝你幸福，感觉袂歹。欢迎光临雅家，那马上就要变做东西啊！多谢二嫂。二嫂，我这人个性较直啦。告诉公我有甚物所在做啊无好，需要改进，伊就直接等我下面跟我讲就好啊。安尼心内较袂有介意啦。我尽量。啊对了妈，你若是有甚物代志，嘛是赶快较直接呗哦。啊，就要登记啊，搁你讲这。你放心，阮家吼无大家新妇的问题，嘛无东西的问题，阿哥嘛真好斗阵，你唔通想伤济哦。四点到，下当开始登记啊。嗯，证件甲相片伫遮。小蛋姐，